哦，发生了什么？哦，Hello，大家好，我是阿浪哥，欢迎回到来这一个逃离病娇的系列《Psychonosutokanosiki》的第三集。那么呢，在这一集呢，我会把这个游戏给完成啦，因为我实在不想做太多集了。我无论如何花多少个小时，我都会把这个游戏玩到最后啦。那么，如果你还没有看前两集的话，记得先去看一下哦。在上一集呢，我们是在第三关这一边拿到了一个药水的。据那个神社所说，它会让我变成一个不死，就好像变成一个丧尸这样啦。我拿到了那个药水，我逃走了，它会回到来这个第二关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我觉得我应该是要玩第二关的。可能现在我拿到了药水，我可以用那个药水变成不死，然后在这个第二关做某一样事情的。OK，这款游戏说实话真的比较混乱，还有比较特别啦。它的结局到底是怎样才拿到的？这个真的要花一点时间去探索啦。在这个第二关呢，那个学妹是会来吃我的。啊，我知道了，果然回来第二关是正确的。刚刚神社告诉我，如果我想逃离的话，我必须喂饱那个雪美。然后神社说我必须喝了药水，变成不死，我才能那样做。所以现在我要做的事情，找到神社，喝掉那个药水。那之后呢，就是不断的喂饱那个丧尸雪美啦。诶，我找到神社了，漂亮。好，现在我们要喝掉那个药水先。啊，谢谢。谢谢啊。喝掉这个药水，我就不会死了。哎呦，他们在打架吗？Oh my god！不要打架喂！我推，哈哈哈哈，我推。啊！吃你的手，不要吃我！妈的，不要吃我！哎呀，不要砍我！哎呦，他挡着我要做的事情了，我要喂饱那个丧尸学妹啊！妈的，这个金发学妹又一直砍我，真是挡路哦！我要去找更多的食物给那个丧尸学妹。来了，啊，他吃了，然后跑，他会咬我的。他会咬我的，快点跑！我要去找食物。啊，不要追了，不要追了！哎呀，我在看地图。哎呀，妈的，妈的！啊，好难啊！啊，不要吃我啊！妈的，我不是在给你找食物的吗？你还一直吃我！啊哈，不要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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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我！不要吃我！不要吃我！不要吃我！他就在我身后了，我没有体力了，我没有体力了！妈的，不要吃我啊！啊！他又吃我了！Oh my god！不要吃我啊！你就不能等一下吗？我在给你找食物了。OK，这边有，这边有，捡起来，快点！来，给你的，不要再咬我了。你要不要？他卡这了。那么大家，我感觉应该是卡关了这个。OK，我又回来拿那个药水了，刚刚卡关了，非常的尴尬。来，Oh no，雪米来了，不要咬我！哎呀，我还没有找到食物给你呀、啊。哦妈的，这个砍我的又来了！Oh my god，给我一点时间找食物不行吗？你们好狂啊！
来来来，吃吃吃，给你吃给你吃，快点吃饱，然后帮我。Oh my god， 好麻烦啊你们！哎呀，你又吃我了，你又吃我了呀！我的天哪、啊，不要咬我了好吗？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哇，好痛苦啊，这个让我觉得。Oh no， 他又来了！哎呀，我的妈！你干脆直接把我当食物不就好了吗？我做不了事情啊，你一直咬我。来来来，给你给你。吃饱了没有啊？不要再咬我了好吗？求求你不要再咬我了，他又来追着我了。妈的，我还要喂他吃东西，他一直这样追我。哎呀，我死了。No。哦，我可以复活啊，因为我是不死啊，我不会死的。OK， 现在你还要咬我吗？你说对不起吗？你都把我给咬死了，才来对不起吗？啊，神经病啊，这些学妹。所以现在可以一起逃走了吧，因为他已经没有咬我了。我直接去出口看他是不是会拿到其他的结局的。啊，这个结局不一样了。哦，他在草丛那边找到钥匙吗？大丈夫、許してやるよ。行こう。我的脸啊！哎，一起走啊！OK， 所以是拿到其他结局了。对，现在已经解锁最后一关了，也就是第四关。哦。所以在这个第四关，我必须面对这两位学妹呀、啊，也是最难应付的，两个都会来杀我的，非常的好啊。只是其中一个都很难应付了，还要应付两个。哦。やあ、アキラ、何をそんな急いでるの？又来啊！哦，我要跟他对战吗？来呀、啊！嗯，你以为我怕你哦？嗯，来呀、啊！嗯，嗯，啊啊啊，来呀、啊！嗯，你继续躲、啊。我知道你会累的，看谁先累啊！你累了，嗯，白痴，再见。OK， 神社说叫我不要杀他，因为等一下的任务需要用到那个学妹，那我就要听他的话了。然后他说叫我找到一个木棍来点火，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我会听这个神社所说的啦，不然我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了。 OK， 我已经找到木棍了，现在要找到神社罢了。不过在这一关很危险吧，除了那个金发的学妹以外还有另一个，另一个兔女郎的学妹，那个才危险哦，她可以秒杀我的，如果你们看上一集你就知道了，她是可以直接攻击我一下我直接就死掉了，所以我很害怕她。
不是吧？来了吧？喂，别啊别啊，我还在找这神社，别来啊喂！哦，来了来了，兔女郎，别砍我！OK， 那么那个神社说，我需要烧掉那一些符纸，我看到了，它贴在那些树上的，有那一些好像一张一张符一样的。哦，那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了，我应该是需要用这个木棍点火，然后去烧掉所有的符纸。不过我还没有办法点火啊，应该是要找到神社的。Oh no! Oh my god! 非常的好啊，我刚刚死掉了。那个兔女郎，她直接砍我一下，我就死了。妈的，好难哦！要一边躲着她，一边做那一些事情。妈的，又来了！哎呦，不要骑在我头上好吗？哎呀，不要推我啊！哟，好难搞啊，这个学妹！哎呦，快点走啊，快点走啊！哦，我找到神社了，终于找到了！哎呦。我们は今、青い日でしか焼くことができて、神社の外にある森全体に散らばっている重傷の思いをすべて燃やすんだ。すべての思いを消したら、自由を手に入れるための最後のアイテムを探しているわけよじゃないか。OK， 我喝药水了，我应该不会死了。接下来呢？哦，我要点火。OK， 走了。现在开始呢，我要烧掉那一些符罢了。我不知道有多少张符了，不过要出发了。OK， 这边前面有一张符的，地图有显示，在哪里？哦，我看到了。来，漂亮。哇，还有七张哦！我的天哪，还有七张符啊！妈的，在跟我开玩笑吧你？烧掉。OK， 漂亮。还有六张，我可以做得到的，你们放心。来，第三张，漂亮。还有五张，我都不知道在哪里得。之前的这三张，哎呦，水米来了，妈的，不能给他砍到。这边也有，哎呀，没有体力了，要被砍了，要被砍了，快点啊 ！OK， 这边有，关掉那个地图，快点，这个地图很难关，快点烧。啊 ！Oh my god！ 我知道了，神社，我在做了。快点烧！妈的，我要一边给人砍，一边帮你做这些任务啊！你这个白痴神社！妈的哟！你知道很难吗？我啊，他又来了，他又来了。啊！不要砍我了，足够了。哦，这边有一张，快点关掉那个地图，然后烧，快点烧，快点烧 ！Oh my god！ 那个斧头啊，挡着我按那一张斧斧哦，哎呦，傻逼哦！啊哈！不要砍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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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砍我！你就给我一个15分钟，我就可以把所有事情干完了。妈的，还在追啊！我的妈，那个木棍的火是会消失的，我现在又要回去神社拿那个火。Oh my god， 这个真的是啊！我回来了，点火，点火，快点。OK， 可以做得到的。好了，这边前面有一张，来，还剩多少？最后の札を燃やすんだ。そうすれば。哦，还差一张罢了，还差一张罢了。我木棍上的火又消失了，因为我还没有找到最后一张符纸在哪里呀、啊？不用紧，现在呢，
我先找到那个符纸，我才去拿那个火吧。OK， 最后一张我已经找到了，现在我需要去拿那个火啊。哦，真的不容易啊，我找了都有十分钟了，现在又要跑回去神社，好远啊。好的，来了来了，最后一张我找到你了。呼，好了吗？いいぞ。すべての措置を終えました。もう神社に閉じ込められることはない。神社に戻ろうではないか。不必要了。OK， 神社告诉我，现在我可以回去神社拿奖励了。他说我已经解开他的封印了，他要感谢我，给我一个奖励。他的那个奖励应该又是跟结局有关的吧？来，最後の任務は私の独房のドアを開けること。好了，我回来了。你要给我什么？还给我手机吗？我打给警察999。哎，等一下，打给警察999。警察，救命啊！我在这边给几个疯子追到报案子了，没有人听电话，妈的！还可以拍照 ，OK。那么是拿到了手机，那么接下来我要做什么 ？OK， 我来到出口了，看是不是可以逃走了，带着那个手机逃走。OK， 又再回来了。啊，这一次把手机带回来了。OK， 原来是这样。OK， 那么现在我们回到来第三关了。因为现在拿到手机了嘛，可能我可以用手机做某一些事情。那么首先肯定都是一样的，找到神社。走开。OK， 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了，神社已经告诉我了，他说现在我要打开那个神社里面的龙门。要那样做到呢啊！我就是要找你了。OK， 要那样做到呢？神社说他会准备一个特别的石头给我，然后让我来攻击。哎呦，我还没有说完话，放过我啦，让我说话一下啦。妈的，一直追，一直追。神社说用特别的石头打中那一个娃娃。然后把娃娃带回去呢，就可以解开那个笼子的门了。这是我最后的任务。OK， 我找到神社了。OK， 那么首先啊，这个就是石头了，我要拿这个来扔那个娃娃罢了。我刚刚已经看见了呀，可是手机呢？手机有什么可以做的吗？这个是什么来的？哎，我的石头，不是吧，我的石头卡在半空中了。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又卡关。这个游戏有蛮多问题，下经常会卡 buff， 然后整个游戏卡住了。没关系，我还是可以通关的。你又来了呀。给我滚开，不要挡着我通关，我知道要做什么了，没有问题的。Oh no， 你又来了，又骑在我的头上了，哎呀，又推我了，你真的是啊，哎呦，要不是你长得漂亮的话，我早就砍死你了，虽然我砍不死他了。哦，他扔那个斧头了。还好没有扔中我，扔中直接死了。
妈的，不要再追我了。Oh no！没关系的，我会把这个游戏通关掉的，死多少次都无所谓。没有体力了，妈的，他又来了，关掉那个地图。嗯，很好笑哦，你慢慢笑，你等着。哎呀，不要再追了！我跟你们讲啊，他真的是24小时追着我的，他不会停的。哎呀，我还没有找到神社啊，好难找啊神社。哦，我找到了 ，Oh my god， 来了。首先这边会卡 buff 的，一定要小心。我要先拿起那个手机，因为手机会让我知道那个兔子娃娃在哪里的。刚刚那个神社有告诉我。OK， 那么兔子娃娃在这边已经看到了，我记起来了。现在把手机给扔掉，没有用了。然后要不要喝药水呢？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看算了吧，没有必要喝了。好，现在去找那个娃娃吧了。看到你了，扔到了，给我，快点。好的。No！ 我不要现在死，不要砍我！你知道我多难才拿到这个娃娃吗？快点啊！一直没有体力啊，妈的！哦，终于来到了，我终于找到了。好，好了吗？哦，我可以拿那个钥匙。这是神社在帮我吧，把他给抓着了。OK， 拿到钥匙了，应该就是打开这里的吧。Yeah， 终于打开了。那之后呢？之后要做什么？神社没有告诉我的，神社什么都没说的。我现在应该是可以逃走了吧，因为已经做完事情了。不管了，我走了，我也不知道。又再回来了，呵，再次回到来第四关了。我回到来第四关是因为应该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因为已经解锁了那个神社的封印嘛。哟妈的，不要再追了！拿起这个斧头，活该，你活该。看有什么我可以做的这一次，神社什么都没有说。もう一度やり直しかねえぞ。エリスの人形を見つければ、いつでもエリスを消すことができるんだ。他说我只能再重玩了。他好像说我要把这个娃娃交给谁才能逃离。他的意思是不是我不能攻击那个金发学妹？他现在倒下来了，你们可以看到。OK， 我知道他说什么了，所以我只能重玩了。我不能攻击那个金发学妹，我必须拿到娃娃然后交给她，是不是？她说什么要交娃娃给她 ？OK， 这样的话这一次不要攻击这个学妹，我只能一直逃罢了，然后赶紧找到神社，拿到娃娃然后交给她。OK， 运气好啊，这一次很快就找到神社了。现在拿起娃娃，给我那个娃娃，快点。果然啊，他叫我交给他，所以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了。来，现在要找到那个金发学妹，他来了。怎样给他 ？Oh my god！ 我不是要给他吗？
OK。哦、oh, ，发生了什么？哦，哦，哦 ，Oh my God！ 那个娃娃变成怪物了。哦、oh, ，他害怕了。哦，哦，哦 ，My God！ 哦、oh, ，他把他给五马分尸了。Oh my God！那个神师说现在我可以召唤他来帮我了，不过我应该是要先逃走，因为他叫我用最开始的门来逃离这个地方。哦，我们又回来了。我已经从梦里醒来了呀，这个。真是有够漫长啊，这个梦。Hello! Hello! 一体どこにいるんだ？朝から何度も電話したのに。生きてるか？まあ。お前を置いて学校に行ったぞ。シンジ？どうしたんだ？声が変だぞ。大丈夫だよ。今どこにいるの？学校にいると言ったばかりだぞ。熱でもあるのか？俺は元気だけど、あのサイコとかいう女。まだ心配なのか？あいつは俺が始末したから、もう邪魔はされないって。本当か？ああ、とにかく1時間後には迎えに行くから準備しとけよ。哦，所以已经成功逃离这个噩梦了，所以这就是最终的结局吧。OK， 那么好的，这个游戏是彻底的通关了。在我完成了游戏之后呢？游戏有显示所有的关卡都已经刷新了，也就是说如果再玩下去它就是完全重玩了，因为游戏已经通关了。好的，那么还是一样记得大大力的点个赞连个订阅，不要再等了好吗？大大力的点下去吧，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拜拜。